好了，这里是《在神州捕捉篇》倒数第二集，裂空座单独放一集，因为裂空座的捕捉实在是太神奇了，单独放一集。这集就是抓盖欧卡古拉多。欢迎这个后子房，我刚要抓你就撤退了，进来就撤退了，晚安了晚安了。先抓盖欧卡的话，就是换海洋石吧。盖欧卡贼牛逼，盖欧卡贼毒瘤。你说他盖欧卡水系的话，应该会在水上吧？那这边看一下，哄以后会有啊？怎么固拉多他在水上？搞不懂啊这。海之听，我想想用什么精灵啊？电击魔兽，你扛水也不好扛，来一个扛水系的，那罗斯雷朵，斗笠菇罗斯雷朵，再来一个什么？草加格斗，只要对面不要用冰系的就行。不知道盖欧卡他会不会带冰系技能？有可能会有，很有可能会有。哇，盖欧卡可真大呀！盖欧卡在这里存档吗？啾噜啾噜啾噜！毒瘤盖欧卡，降雨了，要降雨了！哇，斗笠菇的这个第三人称视角怎么这么大个？来了，蘑菇包子第一次使用，素质睡人，哎，我还比他快，奇怪了，我还比他快是为什么？这么不应该的，难道我这努力值，我感觉我自己没练过啊，这乱的努力值。吸取全种子炸弹，我打个种子炸弹看一下。盖欧卡绝对打不死。哇，这都过半了，怎么感觉这盖欧卡不太行？点到为止了。点到点不动，得点好几下。哎呦，有冰光啊！果然有带冰系技能了，不过我躲过了，赶快打死了，就只能点到一直点。又秒醒，你又秒醒，根源波动。哦哟，效果不好都打我这么多，太恐怖了。每次都秒醒，让我很不爽。继续睡，无限睡他。你说我要不要加血呢？就不加了吧。马上要，马上点到要点到红血了，再点两下。红血，再点一下吧，再点一下。这回应该不会这么快行，每次都秒行，不太可能。哎，怎么有这种技能啊？加血的，烦人哎！水流环加血，蘑菇包子继续，这个好用啊！只不过我之前一直没练好，等级不够，我现在稍微能用一下。哇，我去，血马上要恢复上来，每回合恢复，这样我怎么打呢？每回合我要打一下点到，有点麻烦大了。看看有没有热水，有热水就搞热水，热水直接搞一下就好了。
有哎，我看到了。暴鲤龙，暴鲤龙这谁算了？哎，如果烧伤是一样的话，那中毒是不是掉一样的血呢？把水泡先忘了，或者生命水滴忘了。生命水滴是玩的技能。中毒掉的多吗？你这个是有研究的，要百科我要查一下，我现在懒得考，等一下看看，直接试验一下就知道了。美纳斯打盖乌卡，冰光根本不掉血，就怕他的什么？怕他绝对零度没烧着，有点难过。已经现在他要用水流环就蛋痛了。从哪里射出来？又没烧着，这什么概率？我记得热水烧伤率很高的。三圣菇跑到深处了，三圣菇是三个洞，三个湖的洞都有，有一个是在会在地上跑，红圣菇会在地上乱跑。什么？这烧了多少次了？还是没中，哇，终于中了！我烧了有七，感觉有五六个回合才中，我天！接下来就是控血，我的螳螂又忘记了，没关系，不过现在只要把它控残血就好，控残血还是没问题的。终极吸取直接上去吸一口。三圣菇被打死了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我搞不懂了。我感觉应该还是可以抓的。你如果没有保存的话，你就直接独打；你如果已经保存了的话，你就去四天王打一下，看看他刷不刷。这凯欧卡也太难了吧！怎么这回就吸死了呀？上回才吸多少血，这回一下吸死了。我感觉晚上都不一定能抓完，这一个都这么难抓。风原三神好像牛批一点。哦，对啊，那小帕鲁奇啊，你打珍珠版的时候他也是也加血是吧？珍珠版比钻石版痛苦。热水，热水。还在刷电竞是吧？这回中了，烧伤中了。那电竞兽，我感觉很好刷的才对，就是那个农夫三拳，总有人说刷不出来。现在我看看怎么办啊？现在如果换巨钳螳螂，它放一个根源波动，那巨钳螳螂都受不了了。先等等，先等等。先用这个什么上去先搞一搞算了。迷唇姐暴风雪，要不美纳斯暴风雪继续压血线，等这个雨天结束以后先，不然上去还是受不了。啊，没打中，我去，雨停了，雨停了。现在换，现在换死的概率就少。能裂空座，他有这个就有裂空座，风原三神都有。冰光，巨钳螳螂，哎呀，掉五分之一差不多。我总感觉这个游戏那个。
对话特别慢，怎么不战斗对话中间总是特别慢，就总要亲密度搞一下搞一下，什么有点危险快哭了就搞一搞。我再打一下我就知道烧伤那个扣的血是不是跟水流环加的一样了，但是我现在要死是要加一口血。哎不对呀、啊、兄弟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看他是，我看看啊，他刚才是先加血的，先加血再扣血，那没关系。水流环他先加了，然后烧伤再扣，这有个顺序，很奇怪。这顺序跟什么有关系？只要不先扣就好，直接扣死了。我去，你怎么都这么险？好，先加再扣。正好那就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一样。来让迷春姐玩一玩。迷春姐冰系能扛个什么，能扛个冰光。冰光可以扛。来超级球，超级球，蓝红盖乌卡，终于可以丢球了，我受不了，重开了好几回，女神姐有点顶不住。塔比最高特盾上去。戴欧奇西斯不行不行，接下来就是丢球了，我准备我已经做好了。看根源波动打卡比兽多少，也能打这么多，我天，击中药。根源波动太可怕了。这个是点到为止打的，他就一点血。叮咚，中了。这回蓝红球不用红白球了、啊、只要它是蓝红的。盖欧卡帅啊，盖欧卡这么矮的吗？很扁，用下雨的能力扩张海洋，沉睡在海沟底。又是加工的，我的天，加工的盖欧卡，怕寂寞。看来来得及抓固拉多了，裂空座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。这什么？哦，我还以为他这个特写给错了。其实就是一条鱼嘛，就是像鲸鱼一样的东西，
带欧卡。迷之果是什么东西？受到效果绝佳招式攻击，回复 HP。哎，这还有好多东西啊！奇蜜果、迷之果，这个在上面。赤陀果，这个也是那种什么什么速度啊，什么什么先制度那个东西。危机时行动仅会变快一次。这个是危机时提高命中率，这几个果子都是很少的那种新的果子。刚才我进去过，这个有个房间，好像是在水上的啊，大地房间是也在水上。这边这个。真的假的？会自狂速，那不完蛋了吗？会自光速的话，不过暴龙也不怕啊。哎哦，大陆石板，我首发上谁啊？首发直接上暴龙了，好了。哇，固拉多也好大一个。首发暴鲤龙，首发暴龙或者首发斗笠菇，首发斗笠菇可以睡觉，那就首发斗笠菇算了，然后再切暴龙，感觉可以。咕啦咕咕啦咕啦，玫瑰公园只能抓一次呀，你抓了就不行，不能抓，哪有让你抓这么多次？神兽派就抓一个，布拉多日照了，赶紧睡他，他肯定不会比我快。哎，我去，弟弟还撑住了，我刚才比那个谁快啊？比盖欧卡快，但是我为什么比布拉多慢？这两个好像是差不多的，我觉得种族应该是一样的。赶紧威吓一下，肯定我刚才什么性格啊什么个体是有影响的，就正好就差不多，我刚才应该是正好差不多比古拉多比盖欧卡快一点。地面系啊，它地面系，冰牙应该咬不死，虽然冰系是克地面，我感觉应该咬不死，那冰牙先咬一下。差不多啊，咬两下差不多。哇，又是醒来了，断崖之剑打不到我，电脑有点傻，用断崖之剑。哇，怎么还有这种技能？睡觉？你这是他这个神兽专门恶心人，专门配加血技能。刚才水流环这个可配睡觉，我现在都想打潘铺了，有点。你算算，刚才这个130的威力打上去大概一半血啊，这潘铺的话大概打出来是得240了。240差不多是两倍，潘布应该正好死不了，我感觉有点害怕。对，还有日照呢，日照死不了，绝对死不了，日照还在。日照的话这打上去跟冰之牙差不多血量，恢复了，恢复他就不要打了，有点害怕打冰之牙或者咬碎，咬碎吧，咬碎两下，等一下就直接切那个也行，直接切螳螂也行。OK， 差不多了，
地裂又是无效。接下来要不就睡，要不就麻痹。斗笠姑已经残血了，我们家斗笠姑先救上来，看看运气吧，有时候还能再捡到一下。他怎么这么恶心呢、啊？这个一残血就睡觉。看来得巨贤螳螂剑舞来搞他了。烦恼种子，烦恼种子几乎没什么用，单打的话没什么用，把别人特性变不眠那个东西吧。剑舞两下差不多，剑舞一下我感觉还打不动他。固拉多物防高啊，再剑舞一下，或者剑舞三下，直接睡觉，起床直接睡觉。不眠，不眠对面睡不了了。那是用不眠是可以睡不了，我以为是你要干嘛。如果是单纯抓怪，你专门想要让他睡不了，那是可以吗？一般是用不上这个东西。谁专门抓这个去学个烦恼种子？剑舞三下了，可以。点到为止，看能不能直接点死。六段那个木工，哇靠，可怕！上升六级能力还是打不死。臂锤。降速啊，有格斗技能，还有臂锤，那他就是什么？没有火系技能，好像他就是地面系技能跟格斗系技能，没有火系技能，也没有什么什么日狂。现在只要去给他异常就好了，想办法给他异常。但是他可能还是会睡觉，我先别管了，直接扔球。固拉多肯定是红白球的，不用想。一会儿又睡了，又睡了。这样我切换出来用别的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兄弟，他这个睡觉这个技能啊，他有麻痹状态，比如说他有中毒、有麻痹、有烧伤的时候，他应该还是可以睡着的。不然这有点说不过去啊，我感觉应该还可以睡觉，就是他有异常的状态的时候能不能用睡觉，可以试一下，等一下可以试一下。不然的话他睡觉睡不出来，我感觉有点说话说不过去。好歹是有个技能可以挡下来。哇，我天啊，真的就是玫瑰弓也好抓，神兽好抓一点，红白球是很快又中了。那今天裂空座都能抓了，晚上裂空座抓了，明天周一就歇逼了。这个第二个很快，哇，950公斤，这个特别重，比那个要矮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只有三米呢？很久以前与盖欧卡殊死搏斗后，一直在地下岩浆里沉睡的宝可梦，他自己的介绍还介绍别人，还跟别人搏斗。对对对，睡觉应该是就是可以睡的，把异常也治疗了，然后直接睡着。哎，你这奇怪了，你这个还是减速的，为什么我刚才斗笠姑比他慢呢？是因为我重开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我刚才没有，有没有重开啊？这减速我斗笠姑比他慢。断崖之剑，刚才我动画都没看到，断崖之剑的动画都没看到。等一下就出去放出来放一下。
动画都没看到都抓完了。就打那个断崖之剑打到暴龙身上没放出来。你还没刷到电击魔兽，你这样你超能洞穴吗？超能洞穴然后去遇啊，不停的进出就有了，哪有这么难搞。沙林果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没怎么见过。龙情果是什么东西？龙情果是提升防御力，危机是提升攻击，危机提升防御。我感觉没什么用啊，这个。存个档。刷闪就是重复的进。进去独挡，进去独挡。我看看根源那个技能啊。这是我刚传的吧，前几天是拖了很久才搞上。肯定是刚刚点到那个里面。我刚才应该已经存档了。断崖之剑打一下。打一下然后直接重启。不然会有努力值的。哇。这天上都黄的不行了，这。日照加黄昏。哎呦我去。这风原三神明显就不行。风原三神根基肯定都是那个小裂空小绿毛虫级别的。本身就小，刚才图鉴里写的就已经很小，一个三米也有一层楼这么高了。然后跟随系统就跟什么一样，只有凤凰稍微好。下呀，一个这么大的裂空座放中间，盖乌卡放右边，这个帅啊！哎，这个照片还放不下，太大了，这几个太大了。裂空座最帅，这个雕像最帅，可惜雕像没有特效，只有在那个玫瑰公园的房间里才有特效。